看到没有？它就可以从这边抓这边哦，往上就可以了。好，那再按空白键一下，好，就直接标这边到这边，这样就可以了。好，还没抓对点啊，再一次按空白键，重复上个指令，抓这边。好，那这边的话，然后抓这个端点哦。哎，这个应该是多少？65，哎。好，那另外一边的话就是对齐式哈。好，这边的话呢，我们再一次啊，应该是抓这个点啊，线性，抓这个点到这个交点啊，这个交点，这样就对了哈。抓的点很重要啊。好，那这个地方的话，我们就用这个标注里面的对齐式，那直接就抓这一点到这一点，这样的话就可以了。好，那其他的部分的话，我想你们可以试试看啊。那等一下的话呢，我们再来看这一个哈，这边还有一个叫什么？半径无内线，半径标注不要有里面那一条线，怎么标哈？我想画面先还给各位一下哈。